学生就是他只要比如说飞得到有点职业倦怠或很累的时候，他就会想想，那个学生现在在做什么，他会一直想到他们那时候一起在平江街看飞机那种很单纯爱飞机的感觉，他就会更有动力继续去工作这样。然后我就听着觉得，哦，好感动，而且觉得哇，好，就是很有一个人也这么喜欢飞机，他到现在依然都记得那个学生的名字。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吃饭嘛，然后他就讲了那个学生的名字，我真的差点没有噎到，就是因为他讲的那个男生名字就是跟儿童节就是完全同名。然后可是我当下想说不可能，因为20年前这样赶的时间对不上。然后我就赶快传简讯问了儿童节说，哎，你以前是什么国小？结果还真的是哎。然后我就问到他说，他，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代课老师会带你去滨江街看过飞机？然后他就说有。然后我真的有点就是快哭，我就跟麦克教官讲说，当时那个学生就是儿童节，而且他们两个就在同一间公司工作。哎，就是我那时候是真的很激动，就是有点快哭的感觉。对，反正我们现在要去就是要带儿童节去跟麦克教官见面。讲出来，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真的，真的，一直在我心里印象很深刻。我记得他有问题都会很来问我啊。其实我也很乐意回答任何问题。我就发现，哎，你怎么好像蛮喜欢飞机的这样啊？其实我也蛮喜欢。
怎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巧的事，而且都发生在我的身上？这应该是我目前为止人生就是真的在我身上发生最奇的一件事吧，但是也是最感动的一件事，就觉得这真的是命中注定。20年前的师生，现在变成同事了。